小王啊，你每天窝在办公室忙什么呢？丞相，我在正常上班工作呀。上什么班呢？我明明在监控里看到你在玩游戏、逛淘宝，累了再聊会儿微信，对不对？丞相，对不起。别和我说对不起，年轻人，你说你不旅行、不交友、不创业、不奋斗，不去接受新鲜的事物，不过没试过的生活，不为理想目标闯一闯，却整天坐在办公室挂着 QQ 看着微信逛着淘宝玩着网游，拿着包月的工资，日复一日的做着重复的事情，干着80岁老人都能做的事，难道你的青春被狗吃了吗？你生命的激情去哪了？禀丞相，去年做过生意失败了，我感觉老天对我不公平。谁没有失败过？谁的人生敢说一帆风顺？你看王健林创业3年被告200多次，刘强东34岁一夜白了头，马云30岁搞翻译社生意惨淡，靠卖袜子补贴家用，宗庆浩42岁蹬3轮车走街串巷卖冰棍。失败并不丢人，丢人的是一辈子没有胆量去尝试，还整天唧唧歪歪抱怨老天对你不公平。年轻人，醒醒吧，此时不搏何时搏，行动起来，为了你美好的生活闯一闯吧。